场相声《七八论》，表演者李九重、李九江。谢谢啊，刚才是两位优秀的相声演员给您说了一段，哎，啊，李九重和李九江，啊。啊，咱们这个商演能就挣两份钱啊，我就说主持人的钱不白顾吧，是不是？挺好的啊，我的两位师哥是啊，伦哥和狼哥，哎啊，两个人这个说相声说了好多年了，嗯，说的也好，不错呀，啊，长得也白，是这个，让他们下去歇一会儿，嗯啊，这个今天啊，我们俩这场上来呢，其实我们俩是带着任务上来的，什么任务啊？就是让您上厕所。上厕所就这个任务，对对对，您老听说这个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不让观众上厕所，嗯，那是骗人的。哦，其实不是，哎，您每个场口的这个尤其助演的人啊，每个场口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什么任务啊？就我们俩这任务就是让您上厕所。为什么？您，坐这俩小时，七点半您就坐这了，嗯，现在都九点半了。哦，啊，两个小时了，嗯，出去上个厕所呀，啊，活动活动腰腿啊，舒展舒展，嗯，对不对？当然，有的观众可能觉得说，哎呦，我也想上厕所，但是我不舍得去。怎么还不舍得呀？不是说喜欢看我们啊，就觉得说出去万一上个厕所回来，哎，伦哥已经又上台了，嗯，赶不上，这怎么办？啊，差个三分五分钟的没看见，嗯，这没关系，这没事吗？放心，他是走你的，三五分钟没问题，没问题啊，因为我跟伦哥已经都商量好了。商量什么呀？我等您。等谁呀？等您各位上厕所回来。你等着大伙儿。哎，我这眼神还好使，无论楼上楼下，啊，我谁没回来我都能看见。是吗？对对对，等您都回来了，踏踏实实坐着之后了，我再跟伦哥联系，让伦哥上台。你在台上你怎么联系啊？你看这带手机上来的。对不对？哎，把手机放这儿看着。观众都回来了，都上厕所了，还都挺成功，是不是？这有失败的吗？然后拿手机给伦哥打电话，嗯，哥，他们都尿完了，您上台吧。所以说拿这手机就是给伦哥打电话用。哎，您这就是我们这个作用。不是不是不是，哎，啊，我问问你，怎么了？你拿这手机上来是干嘛用的？给伦哥打电话用的。干嘛用的？给伦哥打电话用的。到底是干嘛用的？说实话。剧场没表怕超时。看点用的。我也纳闷，你这么大剧场那不弄块表？因为我们小剧场人最后一排人有一块表，对不对？那是小剧场，大剧场弄个表你看得见吗？观众有一个没回来我都看得见，我还在乎那块表吗？对不对？所以说您踏踏实实该去就去啊，如果又不想去的呢，我们哥俩跟您再聊一会儿。哦，哎，尤其我们俩这个跟伦哥我们都是一个队的，对，这是我们队长，是啊，这个朗哥是我们队副，嗯，都在六队，嗯，也是我们师哥，是啊，都是郭德纲先生的徒弟，嗯，郭老师收徒弟分科排字啊，一共八科。哪八科呀？云鹤九霄，对，天诛地灭，嗯。我们呢万幸啊是头四科，对，后四科就死了。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嗯，所以说呢我这是愿望啊，就说这意思嘛，后四科龙腾四海呀，哎，云鹤九霄龙腾四海，对，我们俩呢都是九字科的，嗯啊，这个尤其今天在这儿演出，嗯，很开心，心里高兴，今天观众满起满座，嗯，应了那句老话了，怎么说呀，这叫什么呀，啊，这叫高朋满座，啊，胜友如贺。哦，在我的内心呢，等我看见这么多，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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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不了了，行了，我要死你等不了了，说错了，怎么错了？胜友如云啊，如贺，如云如贺，干嘛如贺呀？废话，今天是贺子角专场，对不对？我要明天我给云子科的助演，那叫胜友如云，对不对？跟贺子科的角胜友如贺，那要跟九子科呢？如九，肖子科，如肖，龙子科，如龙，藤子科，如藤，四字科，如四，
海子科，我活不到那会儿。我给海子科都注眼睛，我别干了行不行？我就不能自己给海子科注眼睛吗？就叫如云，胜有如云。对，哎，来这么多观众，嗯啊，大伙儿可能对我们也不熟悉啊，净听主持人报来着，啊，这人和名没对上，嗯，所以呢，重新再介绍一下，再说说，我叫张鹤伦，哦、然后，这个我叫李九重、嗯、啊，他叫李九江，是是是，啊，别，别别别，哎呦，谢谢谢谢。啊、谢谢，人家论着还是我师哥啊，你比我年轻啊，啊，跟我师哥合作我很开心，是吧？尤其我们俩台上好搭档，嗯，台下好朋友，关系不错。哎，这个私底下也愿意跟他一块玩啊。为什么愿意跟他交朋友？为什么呀？您各位可能对他不太了解哦，对我比较陌生。他家里有钱，这是实话。有钱？哎，我这人就是这样，我这人就是这样，就愿意跟他玩。他是北京人。嗯啊，他呀，狼哥，这都是北京人。对，北京人都有钱，对不对？不是啊，怎么叫都有钱呀？有钱，北京也有穷人呀。啊，北京也有没钱的穷人呀。哦，北京人也不是都有钱是吧？但是我有钱。你有钱？嗯。有房吗？有几套。有什么？有几套？我没说坟，我房。怎么你们家就攒坟呀、啊？就那个贝克哈斯那个什么、啊？你再说一遍。贝克哈斯，大房子吗？那叫 Big House。你有口音，你北京人吗？我说英语也有口音呀、啊。对对，贝克哈斯房子，大房子，你有几套？四套。哼，别这样，对不对？你们这花票钱好几百就上千的，还在乎北京人四套房吗？北京不是北京四套房，那你可以呀、啊，那个你可以呀、啊。大家今天起不想跟你做朋友了。北京有四套房。嗯。哎，你结婚了吗？问这干嘛呀？啊？他什么？他爱我，那得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一下，是吧？嘴上说，对不对？谁跟他聊啊？我爱你干嘛呀？这个，哦，亲嘴，哦，还喜欢看这个？我们这说相声呢，好家伙，啊，加钱行啊？专场今天改婚礼了。我下去带花去啊！啊，这个不行啊，这个、因为我不爱吃臭豆腐，啊、就是臭豆腐干嘛？我得问清楚了。问吧，结婚了吗？这因为好多人可能年轻的人小姑娘，人家也没结婚的，人家想好奇的了解，就你结婚了吗？干嘛老问这种隐私？这有什么隐私？你说相声的相声演员要什么隐私？对不对？结婚了吗？这有什么？怎么丢人啊？说这个，在北京结了。怎么，别地儿还有彩旗呀、啊？你们家给我供的？不是，在北京你都结婚了啊？你刚多大你就结婚了？我马上都38了。你哪年的？85年呀、啊。跟伦哥一边大？对啊，我们同岁啊。差多少？是啊，人家是差多少啊？是不是啊？名气跟人差多少？人家也是逗哏的，这也是逗哏的。你看人狼哥命多好。你少等我干什么？就结婚了，有媳妇儿了是吧？嗯。有女朋友吗？我媳妇儿之前就是我女朋友啊。不是，媳妇儿以外的女朋友有吗？不能说。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有男朋友吗？啊？有。哦，那你有四套房，你应该。啊。你这么多男朋友呢，对吧？那这么看，我不止四套房。就家里条件不错，就是还凑合吧。而且结婚了啊、嗯，娶一女朋友，娶一媳妇儿？什么叫娶一女朋友？原来不是女朋友吗？后来就你们俩就鬼混到一块儿了吗？怎么叫鬼混呢？
对不对？他那个女朋友我多少了解一点，你知道吗？啊，是一个女观众。嗯，然后呢跟他在一块儿啊。怎么是女观众啊？就你不是娶一女观众吗？不是。哦，不是女观众，是一个喜欢他艺术的一个女孩。嗯，然后呢俩人在一块儿。这俩有区别吗？就是一个挺漂亮的，还行还行啊。原来现在不上班了，现在不工作了。现在他媳妇不上班，原来上班。哎，原来有工作，原来是空姐。对，啊，个儿也高，1.7米大高个儿。嗯，啊，身材也漂亮，瘦。有一个英文字母形容他媳妇那身材，什么身材呀？ F 曲线身材，好看。F 曲线就长得跟小猪佩奇似的，知道吧？看谁都就那样。F 曲线身材，我娶一吹风机啊。不是，形容这个身材叫什么？那叫 S 曲线。 S 曲线身材，对呀。啊，原来当空姐，空姐能伺得了吗？啊，还行。哎，个儿也高，长得也漂亮。嗯，啊，皮肤也白，是，尤其那手感，哎呦，咱实话是吧，您谁有机会以后看看去，不错，真是好。你是要风吗？我要雨，我要房，你给我吗？那是我媳妇儿，什么叫手感呀？你别问了，真是好，各位啊！我媳妇儿我不问了，像话吗？急什么？我能不急吗？你喊什么？你有什么可喊的？我怎么不能喊呀？我跟你聊这么半天，我急了吗？你说我媳妇儿，你有什么资格急呀？说你媳妇儿没说别的呀？这还没说别的呢。我说什么了？手感。对呀，这怎么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媳妇儿首次见面的感觉好啊。那不叫初次印象吗？这不麻烦吗？省事儿吗？手感好，对不对？你还是说那个吧，这听着别扭。哎，跟他俩人结婚了。嗯，啊，后来那人就不干了，啊，不工作，让人那个航空公司开除了。怎么还开除了？咱不知道因为什么，也没具体打听过，好像听说是因为作风问题，然后呢就不让干了。不让干，你等会儿，等会儿，不让干就回家。他怎么是作风问题呀？别问了，然后呢？你不说好不好啊？别问了，就当大伙面介绍你吗？你说说，我想听。作风吗？什么叫作风问题？就是你看正常的空姐，人家这个站在飞机上迎接这个旅客，嗯，人家都是站着。对，哎，先生您好，嗯，欢迎光临。是，大哥别走，再玩会儿，都是这样，知道吧？那是你媳妇儿啊。飞机上有这样的吗？就我没坐过飞机，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欢迎用语。别胡说八道。欢迎用语，人家都是站着。对。他媳妇儿不是，我媳妇儿呢？他媳妇儿老坐那这个有那机舱门啊，有啊。哎，他媳妇儿老跟那儿坐着，啊，他们就坐那儿啊。对呀，那儿那个地方风多大呀？啊，人家领导过来了，哎，你怎么老坐风这块儿？你这坐风有问题，你回家吧。这叫坐风问题啊？我已经尽力在解释了，好吗？你前面不胡说强不强啊？反正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吧，就不干了。身体不好，就跟他过日子了。嗯，结婚了。对，好多女孩都觉得，哎呀，我嫁给一个说相声会特别幸福。会吗？男朋友又幽默又搞笑，嗯，还能挣钱。是啊，能挣大钱。嗯，出去助演去也挣钱，哼，自己开专场更挣钱，就感觉是这样。解恨呢，跟实际不是。实际上呢，哎，说相声的呀，这嫁给说相声的不是特别幸福。怎么还不幸福啊？你工作性质在这儿呢。性质怎么了？你看，无论是大剧场还是小剧场啊，我们都是晚上7:30才上班。对啊，下班都9:00了。嗯，您谁也没有想到，长成这样也是夜里上班的男人。我夜里上班怎么了？对不对？就说这意思。嗯，晚上10多点下班了。嗯，您那就在小剧场吧。啊，大剧场也一样，下了班之后了，得喝点吧。嗯，对吧？别的队咱不提。六队咱是深有感受的，这是咱们队的文化，对不对？这是我们队的企业文化嘛，是不是？得喝点，嗯，啊，这个跟伦哥一块喝点，嗯，是不是？喝吧，怎么得到凌晨1-2点钟，后半夜。哎，你说出外地一出差半个月看不着媳妇儿，嗯，跟家一喝凌晨2-3点钟才回家，对，天天如是啊，各位，嗯，天天如是，尤其他，特别愿意跟伦哥一块喝酒，是，他也愿意喝，伦哥也愿意喝。嗯，我差着，我不怎么爱喝酒，但是我也跟伦哥喝酒。你差着，你怎么还喝呀？为了仕途嘛，就是我也得跟伦哥喝酒，对吧？怎么这场演出是喝出来的？啊，你以为呢？对不对？您凌晨2点多钟回家，天天如是，媳妇儿能同意吗？有意见。那天也是，
他凌晨两点半才回家，更晚了啊！就回去没回来之前两点多，媳妇儿心里难受啊，就跟他母亲哭诉，抱怨。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就这个哭声怎么面试的空姐啊？飞机上来一驴呀、啊，这是？不是哭得洒脱一点吗？这是洒脱吗？那行，委婉一点，小姑娘哭没有这样的。这又不是人声了，妈。要说人家有钱的，你知道吗？爹妈趁的都多。这还攒。那个谁？谁？什么叫那个谁呀？啊？妈，这回妈更多了。您看这都几点了？凌晨两点半。是，李九重那个搭档还没回来。你等会儿，那是我媳妇儿，记你名字比记我名字还清楚呢，是吗？这你别急啊。我怎么不急啊？你老不回家，把你名忘了。我老不回家，你老去。没。没呀，好好的，直接提我名字，提你名，提你名。对，您看这都几点了？凌晨两点半。是，那个是李九江还没回来，还得现想。我跟您说，他一定是外边有人了。胡琢磨，别哭了。行。这咱背过气去，这个哭了吗？女孩难免想的就多一点。对，这会儿看出他们老太太，我妈得往好了劝。对呀，老北京老太太说话有气势。怎么说呀？哎呦嘿，闺女，你要这么说，妈还得跟你说两句了。嘿，我妈是江湖中人吧？这是啊，有这样的妈吗？你妈参与过围剿六大门派，就是。我妈是替的你妈，对，你妈小名叫灭绝嘛，你妈才是代的。哎呦喂，闺女，你要这么说，妈可得说你两句，得说说她。两口过日子，您猜怎么茬儿？嘿，怎么着啊？就得相互信任呢。对，信任。凌晨两点半不回来，就是外边有人了。是啊，有可能让车撞死了。你等会儿。干什么？这是我亲妈吗？这个，您劝她吗？这是劝吗？这我都死了，这管用啊！啊，老太太说完了，你媳妇儿由怀疑变成了思念，对不对？那是，但是咱实话说，人家有这样的好妈在中间调和，多棒！那这是帮助吗？又娶一个好看的媳妇儿，家里还有四套房，没有后顾之忧啊！哦，没什么烦恼，没有压力啊，没有压力就有这个时间钻研相声业务。是不是说相声看似很容易？其实难着呢，其实不容易。因为我们首先得学四门功课呀。相声演员四门功课，大伙儿都了解是吧？你看这大哥是把钱花在刀刃上了是吧？这得多少刀刃儿？这得就不行。我们的这个四门功课是吃喝吃喝。这一听就是没钱的相声演员。那要有钱的相声演员应该是后边的旅游。说学逗唱。对，哎，就拿说就最难。首先要求嘴里得干净，得清楚啊，得利索啊，还得说普通话。哎，嘴里还不能有毛病。有毛病说不了相声，这不行啊，对不对？您甭说别的毛病了，结语。什么叫结语啊？就是结巴磕巴。哦，结巴磕子。哎，这个呀它都不是一种病。那这是什么呀？心里的一个小障碍。哦，心理的问题，一紧张就容易结巴。哦，你要说把这突破了，没事，正常一样。哦，就没事。哎，但是突破之前说不了相声不行。你甭说说相声啊，跟语言沾边的工作都干不了。比如呢？你比如说车上有那个广播电台啊，哎，听那个整点报时。哦，就没有用结巴的。这个没有。你一般报时都怎么报？怎么报啊？都这样。你学一学。当当当
你那边鱼线拽着呢哈。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7点整。就这样吗？哎，鼓掌的都是有车的，所有的呢都是这么报。我们都没表啊。哎，你要让结巴报要命了。结巴呢？哎，他一报这样。什么样？我给你学学啊。你学一个。当当当，这个当就不结巴了，知道吧？这当就不结巴了。嗯。滴。还得酝酿啊。嗯。这不是那游戏跳一跳吗？不是，他说话之前他得想想词儿，所以他拿这个折一下。我玩的游戏就是这个音乐，蹦的时候，嗯，这都多少年前的游戏了，没有跳一跳，知道吗？没有跳一跳，知道跳一跳，嗯，嗯，还真像啊，真像，我就说像，嗯。玩的时间还真长，刚刚刚刚刚刚叫我师傅呢，这是。队长专场，别找事儿啊，吓死我！这不你叫的吗？好，行，你叫随便，你不在这单位，你怕什么呢？是吧？嗯，别玩了。踩踩踩，最最最后后一一一一一一响，嗯，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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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京，嗯，北京，拜拜拜拜拜京，嗯，拜拜拜拜京时间7点整，七点。7点整，你再看表，8点半了。嚯，全耽误了，这还听他干嘛呀？这还所以说没办法呀。嗯，我为什么了解这？你怎么知道啊？因为我前两天遇见了。遇见了？哎，前两天我们在这个天津演出啊，天津啊，我们俩是打天津过来的。对，我们6队嘛，在天津是啊，在那儿演出，演出那个宿舍呀，离剧场有一段距离啊。我这人不爱走着，嗯，我就坐车。爱游？哎，坐、嗯、不是爱游，就是。旅游，对，坐车，嗯，坐那个公交车，哦，啊，跟这等着吧，嗯，不一会儿公交车来了，嗯，上车，一上车发现人还挺多，哦，都坐满了，人多嘛，啊，这没有座，嗯，没有空座，这怎么办啊？要不说说相声的聪明，你怎么着啊？我有一好办法，说说。您各位在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一上车发现没有空座了怎么办？啊，普及一下，我教给你啊，说，站着。你是不是缺心眼儿？你啊，你还能趴着呀？不行，趴着让他们给我踩死。站着，踩你还滑呢。哎，跟着站着吧。嗯，正站着呢。嗯，打前车头那有大哥。哦，前面跟我聊天，跟你说话呀。哎呀，还挺客气。嗯，拿手一指我。嗯。啊，这是不是播音的那个？哎，你是那个，就是那个得得得得得得得，我说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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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云社，对，德云社社的相声演员嘛，真费劲。你是不是叫李九重，捅了虫子窝了，这是。嗯，您好，大哥。的确是我，嗯、太好了，哦，我给你跟你这么说啊，说就拿枪打你呢，这是，就喜欢听你们得的相声，啊，他也不说了，有去吧去吧，有。
骑，没有骑怎么游？尤其你们德云六队。哦，咱们队，哎，德云六队，我最喜欢的就是你的粉丝，你们队长，你队长的粉丝，哎，你的我也有所耳闻，嗯，对。我就看过你说过那段，你上钩了，你是怎么着？干嘛呢？就是绕口令，绕口令吗？哎，你猜怎么着？怎么着啊？我听了四遍，40多遍，四十多遍，我都能背下来。你看，还不相信是吧？今儿，当着大伙面，我给你背一个。Okay. 我说大哥，我还有两站就到地儿了，马上下车了，这是确定能完成吗？嗯，没问题呀、啊嗯。就那八。800标兵奔北坡奔北坡奔北坡嗯北坡北坡那儿人挺多呀那嗨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啊，行了，大哥，嗯，的确是难为您了。没想到您这么喜欢我们德云社德云六队的相声，嗯，尤其还认识我，知道你。这样吧，我也愿意跟观众交个朋友，哦，认识一下。咱俩呀，加一个微信聊，哦，这样也方便。微信好，方便吗？摁住了，能说一分钟呢。行，他这一分钟也说不了几个字儿，打字儿。打字儿，对，咱不要互相给对方找麻烦，好吧？编辑文字吧，打字儿，嗯，加一微信吗？对呀、啊，我们俩就都跟这站着。啊，车到站有上车的，就有下车的。对呀、啊，旁边这有一空座。嗯，我本来说想让大哥坐着，让一让啊。结果呢，打前面上来一个女同志。哦，女士，哎，人家长得也漂亮，好看啊，穿的也是很简单的服装。简单。就我不太懂女孩的这个穿着叫怎么叫啊？嗯，就是上边一个浴巾啊，下边一个浴巾那种。什么叫浴巾呢？跑这洗澡来了？不是，人有那个袋叫什么？吊袋。对对对，啊，我老听伦哥说他袋掉了、嗯，就是那个，有一那个，怎么他也穿这个呀？他那是贝贝佳。哦，他那是贝贝佳，外号叫贝贝佳啊。对。啊，长得也挺漂亮。嗯，我一想，女士优先，对，让人家先坐着吧。是啊，啊，你说这姑娘到这坐下了不就完了吗？啊，没有，她干嘛呀？打兜里掏出一张湿纸巾来。哦，湿巾擦这座子。嗯，爱干净。其实没有必要啊。嗯，人家也刚下车啊，也坐人了，她就跟这擦。嗯，可能有那个洁癖。这是打哪儿出来的声音？擦完之后呢？嗯，开个窗户。扔窗户外边去，哦，这个行为不好。就这一个举动，嗯，车里所有人拿白眼看他，哦，我也拿白眼看他，是吗？你那白眼是看累了？你说你擦一遍，你坐下不就完了吗？对呀，没有，他还干嘛呀？打兜里又掏出一张干纸巾来，哦，接着擦，嗯，再擦一遍呗。擦完了，嗯，又扔窗户外边。啊，还这样擦两遍他才坐下。哦，刚坐下可能的确是现在车里边空调也凉，对，他穿的也少。嗯，这姑娘呢一不留神呢就出了一个虚功。哦，就是放了个屁。你看他还懂文言。嗯，我这是文言吗？这当然小姑娘，咱实话说能有多大声？没什么声音，就听到小姑娘炸了，司机吓坏了。嗯，一脚把刹车就踩住了，不让带易燃易爆品啊！这什么耳朵啊？这是这会儿啊，车上谁都没说话啊。结巴大哥说一套话太可乐了。他说什么？哎哎，这姑娘真好干净啊！啊，擦两遍不行，他还吹。去你的吧！